你才傻呢，你全家都傻。我呢，孑然一身，我的全家应该就是我和我夫人吧。青青，你觉得我未来的夫人她傻不傻？我觉得她一定温柔大方，伶俐可人。快看，流星哎！哇，你连星星都能摘下来，青青，以后的日子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啊？我愿意。南宫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在木心园也是这样，你是不是身体还没有痊愈啊？我没事啊，你看我没事。我要抱抱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身体这样难受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。骗人是小狗。你这个小脑袋就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吧？青青啊，之前我提醒过你，体验大陆危险，你也并未多想。但经过此次风波之后，你应该感觉到现在有人在针对你了，而且现在是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所以现在你最好的选择还是回到幽皇里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去师父那里？没错，你看，陆府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，你回到幽皇里可以继续练功，提升自己的灵力，师父也会保护你。那你呢？你陪我去吗？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你放心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去找你，好不好？